我为地下寄予你的相片，都要来给。我予你三天的时间去自首，那无我得把证据交予警方。你是怎啊呢？阿妈，你行鬼哦？你敢真正是怎啊呢？你若是真爱你，你就应该知影讲，你安尼做会去伤害着自在。我希望你用咧听我解释，我真正无害你。真相甲你想的是完全无同款。而且，我毋是无想要去认罪，我安尼做是无想要伤着自在。我自头到尾安尼做，拢是为着要保护自在。你即摆讲的话，是啥人了证明啊？我的口有可能是借口而已，我会用当面咒诅给你听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你得要把相片交给警方进证，敢会当让我跟你见一面？若是讲我会解释，你若是不肯相信，你坚持要交给警方，要我去自首，我会去。好，我跟你见面，时间地点我决定了再跟你讲。那是咱苏哈因爱你出来，安尼你敢有法度逼伊离开？伫个爱你还袂变作是恶鬼进前，我无可能用激烈的手段来对待。每一条生灵都为家己存在价值。但伊变成恶鬼，主宰就危险啊！我即马只是想要保护主宰。无爱回受到伤害，陈哥，你之前嘛有甲我提醒啊。你讲我做任何代志之前啊，拢爱先想着住在这个后生，唔通安尼无要无紧。所以我拜托你，求你成全我，请你甲我斗三工。好等嘞，陈哥，我私心求母娘，结果就是害住在这么失去法律，无法度保护伊家己。甚至我感觉讲，伊这么对这个囝。妈是我害，你敢无法度体会我的心情？请你体谅我这个憨蛮的老爸，我唔甘我这个后生，我想要弥补伊的这个心情，好不好？你帮助我啦，唔管安怎，我拢要甲住宅保护好势。好，我会当给你一张符啊。假使爱你，若真正变作是恶鬼，去伤害着住宅。你得用这张符来对付伊，伊会暂时无法度伤害到自在。要不时到，你得要通知我，好我来收煞。好，我知，多谢辛苦。好等下，这张符我甲一般无共，无到不得已，唔通我不要乱用。我知道。